封神战后，干戈未息，生灵涂炭，冤魂遍地。但妖魔四起，四只公草领命下凡，建造出可以回溯时间的圣坛。选出一群孩子，赋予其血脉相传的逆梦之力。每当妖魔肆虐，扰乱了轮回的秩序，黑白无常便会找到逆梦师，请他们前去拨乱反正。
Thank you.